欢迎收看2016年木兰足球联赛的比赛精华，我是李宏斌。这场比赛台北 SCSC 与新竹 FC 在高雄国家体育场要上演老二之争。那么两队赛前都是13分的积分，而台北 SCSC 是多出赛一场。如果两队的积分相同，这场比赛呢将会来决定了谁能够进追赛。目前龙。